新焦点，我们要带你来看连接器大厂正威今天举办尾牙，董事长郭台强跟夫人率领了千名员工，一大早就先登山健行，还请来了您看到的宅男女神安心雅火辣开唱。那么郭台强他这一次是大手笔的直接加码300万的奖金，要员工继续拼业绩。身V大方露，宅男女神安心雅登上正威集团忘年会，现场瞬间疯狂。就是你可以看到我服务怎么卖力。女神现身尾牙，董事长郭台强心情大好，难得上台高歌一曲。加码大红包，一包50000元，再抽60包，300万奖金大手笔。大家长郭台强和夫人罗玉珍都穿着一身轻便运动装吗？其实尾牙的先行秀，郭台强夫妻先带着员工登山健行。这个因为比较爬小山的，不需要什么装备。夫妻俩大步前进，率领上千位企业员工一起登高爬山。那夫人今天有做什么准备啊？擦防晒还是？完全自然，完全是自然的。夫妻俩的省钱养生术就是健行爬山，这次登上大轮头山，象征集团营运续登高峰。我给大家目标是希望能够30%的成长啊，不过现在看这个产业的状况啊，最起码应该10% 的成长应该是有把握的。大家长要继续拼业绩，集团102年合并营收1062亿元，成长3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今年要主攻穿戴装置，更要扩大征才200人。我们还是会以自己培训为主，所以今年大概我们在基本的干部的训练班的话，大概会一年代，今年大概会有200位的。郭台强还为营运表现打下80分，将朝90分迈进。登高一呼，员工们也干劲十足。员工加倍努力，希望集团获利继续拼成长。郭台强也能为员工薪水继续加码。东森财经新闻刘思雨、陈文堂台北采访报道。